中华艺术团的63位团员，其中由团长陈义阳博士率领搭机回国。教育部官员林清江、李忠贵、谢玉华都曾经到机场迎接。综艺团是9月1号启程，在120天中到了美加、日本、关岛，巡回演出了99场，走过71个大小城市，观众超过26万人，获得各国报纸的一致好评，完成了国民外交的使命。综艺团由于收获丰硕，可能还要在近期内到欧洲表演。